人过马路不想走斑马线，想要抢快穿越车道，被驾驶按喇叭受到惊吓，一气之下竟然上演人肉挡车的戏码。好，另外苗栗苑里有一间包公坛，举办绕境活动时，镇头人员也大打出手。民宅门口，两名男子大打出手，白男子被连殴好几拳，人都跌坐在地了。穿着黑色背心男子又朝他呼巴掌。苗栗苑里一间包公坛30周年庆外出绕境，镇头人员在休息时疑似因为口角爆发冲突，口角纠纷也翻在台中大里。马路上，一名短发妇人挡在黑色厢型车前，阻挡车辆通行。警方都到场了，妇人依旧不愿离开。那现在是我的错了，你觉得比较对吗？你被扒很正常。小姐，前方100公尺有斑马线，你为什么不走斑马线？你不走斑马线就是你违规，你现在离开。事发在28号晚间8点多，该名妇人要过马路，却不走斑马线，抢快穿越车道，不满遭后方车辆按喇叭，一气之下竟然上演人肉挡车。经过远景好言相劝，妇人才稍息怒火，甘愿离开，走到马路旁结束这场纠纷。记者综报报道。